上好拢卖去面啊。安尼先，莫我用你去啊。快些，小蛋姐。阮王家历代祖先，搁阮阿叔在内面。啊，万一你也入去，互因看到，我唔知影要向因交代。因为王家有一个规矩，小三是袂用得入去的。咱本来就无熟识，啊，无需要跟你什么交情。但唯一的关系，就是你的翁婿是我阿兄，还有两个囡仔嘛是我的弟仔。咱的关系嘛只有介安尼，啊，若其他的。咱就田无狗，水无流，上好拢卖去面啊！文清啊，咁小阿娘，刚刚姚嘉伦甲伊文想要看我，突然你千里迢迢来个台北，起码高铁啊，搭台北甲铺主都袂输甲隔壁庄的，无差啦。阿姆哥，我听起来，我曾经就不介意家人甲伊文跟阮想遮近。阿姆哥，恁阿兄是这两个囡仔的亲生爸爸，我是因的妈妈。罗女士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呀？你家家算是近，是讲你会当放心，这两个囡仔因阿姐尴尬了就有礼貌，就把代志的。所以你唔免烦恼，因会对伊冷淡；，佫较唔免烦恼，文清会走进因家里相处。唔对，啊以后恁是唔是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做一家人？迄是爱靠你，唔是靠我。多谢你的提醒啊！那恁先莫我用你去啊！快些，小蛋姐。是安尼啊，阮王家历代祖先，搁阮阿叔在内面。啊，万一你也入去，互因看到，我唔知影要向因交代。因为王家有一个规矩，小三是袂用得入去的。小明啊，卡斯公秀英袂当去去咱岛，那你是要安怎参加阿伟的提亲啊？你放心，文清要选到一个所在啊。我个所在定个明珠的餐厅，爱露天餐厅，大家拢会当见证，安尼就行咯。拢已经安排好势啊，佮超过伊，互阮送即阵。哦，直接来餐厅。我这位上年来，免啦免啦。今日天气安尼好，我跟明珠散步过去就好啊。明珠啊，足奇怪吼、哦，啊明明脚踏实地就会当行到的所在，是安怎都一定爱开轿车？敢无影较舒适？